观众朋友您好，很高兴在正言上人那里足迹与您见面。上说佛陀言，人生至苦莫过于病苦，所以看病功德为第一。上说现在的医疗很发达，有很好的治疗方法，此为妙法。仪器先进也需要医师的巧手，以高明的技术运用，所以要有妙手。但是徒有妙法妙手，少了妙人医，病患仍是苦。所以妙人医不只是医师一人，需要的是医疗团队，不论是护理师、药师或检验师等等，缺一不可。现在敬请一块来收看今天的节目。上说人生最有价值的是生命，若是丧失生命，纵使地位再高，财富再多，也是枉然。而人生之苦莫过于病苦。上说八大福田中看病功德为第一，如今慈济医院在四个地区建设六所医院，都在地方上抢救生命，守护民众健康。慈济医院救人无数，以爱为准则，富有深厚的医疗人文。好，感恩上人，感恩上人。看到了医病的温馨，这种医病温馨实在是最美的。人生啊，最价值的只有生命，没有生命哦，江山再大了，家财再多了，地位再高了，没有生命什么都完了。所以呢，生命呢是最有价值啊。可是生命它是最痛苦的，有了生命，人生啊，所有的大患啊，这是苦难啊，这是因为有生命，尤其是病痛更是苦不堪啊。所以在佛陀的他就说看病功德为第一，那就是因为呢直接拯救苦难人，因为他有病苦啦，那就是最苦的人啊，就是他有病的苦难。哪怕他再有钱，在这个时候他就是叫做苦难人。我们能有能力呢去拔除他的苦难。大林医院今年11年了，最老的在花莲，好山好水啊，好偏僻啊，就是在那个地方啦，那么样的偏僻的地方呢，我们的医院呢已经25年了。我们11年的医院能在餐厅树立起了这样的温馨的大医院，这里很温馨。大连它的建筑也好，还有呢宿舍，真正的呢感觉到说一个大家庭，这个大家庭的就是那样的和谐，那样的和睦，就是感受到了这样的温馨。在这里的人都很有福啦，现在的人世间啊，到处都可以看到了冷漠，到处都可以看到了那一种的爱恨成仇，那样的牵扯苦不堪呐。那我们这里呢真的都很温馨哦。检验长奉下了真需要的时间呐，他也到台中啊，六院的院长呢他集合在一起，我们是六院一家四大一体。今天也听到了真的是四大一体，人家培训啦 在这个所在呢住院医师啊跟着老师啊，这样的开
参加这样的师徒之情，好的老师当然是带出了好的学生嘛，会当割爱给啦台中，真的也是很感恩呐、啊。四大一体啦，哪一个医院只要在自己的医院所培训出来的，一定都是好医生嘛。常说人生至苦，莫过于病苦。在当今冷漠的时代里，能见最美的温馨医病情，真是难能可贵。上人感佩大医王们常年来尽其良能来拔除众生苦，大医王们和和互协，用心培育良医，显现温馨师徒情。上人新建在田中央巍峨耸立的大林慈济医院，洋溢着家的温馨。现在的医疗环境风气不是很好，不过呢，在全球看来呢，台湾人应该要用感恩心，因为呢，台湾的医疗对民众的确实在是很好。较大的病来都会当通得救啊！想当年那当阵呢，去到病院就是爱保证金吗？我们慈院开始呢，打破了保证金的观念啦，入来都会当看医生。起码呢有健保，健保呢能更减轻啊这个医疗负担，只要他有每个月的缴健保费。病痛来到病院都照顾得很好呀。有一位很年轻的，这几天前才回来台湾而已，回到美国忽然间说是猛暴性的白血病，然后他就走入了一个贵族的医院，光是保证金哦，每金25万，要治疗这种病啊，要治疗一个月要花35万美金，台币偌济啊？啊，这吼，那这种的病可能那是入来病院吼，马上就可以说，马上就可以做治疗啊。可是美国不是这样的，台湾人啊，真正是足有福。可是呢，在医疗的大环境里真的很辛苦，因为呢，现代社会啦，总是呢利己主义啦，无理取闹，很顶啦。我若安怎样，我就是别人的代志。医病之间，病人应该对医师呢，常常要用感恩心，因为呢，最苦难就是病痛。拔除你的病痛啦、啊，那就是再造之恩啦、啊。应该呢要感恩哦，医疗团队啊，用生命走入你的生命，把你的生命拉回来的，应该要感恩。不应该说吼啊，过去的呢，给我治疗啊了啊，这叫做应该。啊，我今嘛哪个安怎过来的时阵？也那是无法度亲像前回遐尼只顺利过关呐、啊，我就会心里不平衡，而且呢，家属呢感觉到说，我那处理给一个病人，我都给麻烦，我会给麻烦呢，我不如都来找医生。这都是现在人的心态，这是不应该有啦，一直期待我们。有我们的责任，虽然现在的社会是畸形了，人心呢是已经呢差毫厘啊，偏倒向啊，这就是不应该有的脱轨人生。但是呢，我们还是要守护在我们的使命，所以现在我们医疗好，期待呢人的爱心呢还要更好。要不然的话，科技越来越发达，那你爱心哪无够啦，那就会差之毫厘，伤害就会很大。
大医王就是瓦佛嘛，白衣大师呢就是观世音菩萨啦，大医王就是大慈悲大觉悟的人嘛，观世音菩萨那就是亲像祖母的心，最大爱的慈母嘛，所以呵护了照顾的病人，苦难的众生都是集合在本业来的，所以嘛是叫做台湾的地藏菩萨。大愿地藏菩萨，我不入地狱，谁来入地狱呢？过去啊，我拢常人讲，啊，恁若唔信，讲世间有地狱，恁去病院去看卖咧。病院内底呢，有几卡几手地狱像呢都有哦。可是呢，地狱里呢，充满了牙车，在我们的医院里都是菩萨、佛佛、大医王。我们要如地藏菩萨的大愿，如释迦牟尼佛的觉悟那种的宏观，哎呦，菩萨的大爱呢，才能进入地狱，救拔苦难。这都是我们的医院呐、啊，期待呢，在医疗更上一层楼啦。同时呢，我们的爱心呢更开阔。25年前，上人首创全台住院免保证金制度，台湾民众也享有健保给付。相较于其他国家，上人说台湾民众很有福，有优渥的医疗照护。上人慨叹现今人心偏颇，对医师救拔生命、解除病痛的再造之恩已淡然无存。上人勉励医护同仁们发大心力宏愿，如觉者佛陀大医王的开阔胸襟，发观世音菩萨如慈母般的大慈悲心，立地藏王菩萨的大愿，让慈济爱的医疗更普及，加惠芸芸病苦人。台湾的这医疗真发达，大会更加大，咱的爱心呢，可能人对不到。贫贱呐，最重要的呢，别人都有的，我们也有；那我们有的，可能别人没有，也说不定啊。我们这一个大家庭啊，如一个家庭一样的、啊。咱不是跟他说一个病院的大家庭，咱还是一个大庄头的大家庭哦。咱有大爱的农场，咱有大爱的七个园啊。这么正忙碌的时候，入金帐啊，这就是我们的家庭。现在在为整个台湾啊，想要来一个呢最虔诚的祈祷。咱要祈祷呢，爱先有忏悔啊。咱若是无忏悔呢，就亲像讲，佛陀甲咱讲，人人心中啊，拢有个佛平等的佛性。《法华经》有一段故事，就是讲，每一个人呐、啊，那地下底呢，都有一粒最宝贵、价值连城的宝珠啦。有一个人呢，一生中潦倒啊，精神啊，到处都在分家。他的长辈啊，啊看到啊，啊你哪会还阁这么正落魄啊？伊讲我向来都是这么贫穷啊。有啊，有一回我看到你的时，我带你去阮家吃饭啊，吃了后的时，啊你吼酒醉啦。在桌上、我想我要离开啊，所以呢，我用一粒的宝珠呢，戴在你的落地下底啊。你应该有去发现到你的落地下底的宝珠啊。你讲无啊，我唔知啊。那你望看卖咧，哦，探手一望呢，真正是迄粒宝珠，原来在伊的落地下底啊，这是《法华经》。一个譬如啦，譬如讲吼，人人都怀有有一粒会保住的，咱家己拢无感觉到，凡夫都是呀、啊。
凡夫咱有甲佛陀平等的智慧大觉，佛陀呢是宇宙的大觉者。上说大林慈济医院是个大家庭，有着家的温馨，医疗团队守护着大林乡镇民众的生命健康，医疗人文洋溢，真正是个大爱浓郁的温馨大家庭。上人以法华经典故譬喻，人人怀里皆有颗价值连城的宝珠，就如凡夫与佛同等具有大觉智慧，能觉悟宇宙真理，但是凡夫被烦恼污垢蒙蔽，浑然不知。佛陀呢是宇宙的大觉者，伊会当感悟宇宙的道理啊。宇宙呢，那就是大千世界。现在的这个地球呢，这是一个小千世界，小千、中千、大千，所以叫做三千大千世界。宇宙呢，有遐尼只大，有遐尼只多的太阳系，有遐尼只多的世界。但是呢，这是佛陀伊感悟伊的心所感悟的大境界。啊，咱呢，佛陀已经甲咱讲啊，讲咱有介平等的佛性，咱有一个圆明的佛性啊。咱人人呢，这个圆明的本性，就亲像一粒宝珠同款。啊，这粒宝珠呢，亲像镜，它是圆的，但是呢，伊固来啦，拢是伫迄个污泥中。咱发现到污泥中这粒珠呢，咱若提起来。还是垃圾的，咱若经过了清水洗一下，这粒珠啦，它就很圆明、清净、无染啊，可以照贴乾坤。啊，乾坤呢，就是啊，天地。那这个天地呢，就是表示的地球呢，整个地球啦。古早人讲讲天地人，咱。在天地这个万物事理啦，会当头清楚，这就是咱的智慧，不是干那相信俩智慧。我们要有智慧，啊，要有智慧呢，要从哪里来？其实呢，佛法内底含藏着真宽真大的道理，也是很深，也是很广啊，深与广的大道理。其实它也是很简单，随所沾来都是佛法。要你轻，要你宽，啊，尤其是随手提来都是佛法。这要去多位提呢？就是在咱的观念、个性的内底，本身就是有那么有智慧啊。所以现在我们要大忏悔，就是洗涤我们心灵的无明习气。咱最近拢一直伫咧听人讲哦，好，我忏悔历经中了，我才知影我过去有遮多的无明哦，我较早呢有遮多的唔对，我即马开始呢应该爱来忏悔，我即马开始拢改过，也有已经将到手的利益哦，他愿意这样放弃，也有呢过去曾经有做过。某种某种的错误，过去他认为说哈，啊，这世间就是本来就是安那互相，大家人你争我夺啦，啊，想尽办法赚钱啊。但是现在呢，他认为他错了，所以呢，完全来改过，真的很多很多啦，都是因为呢入金帐要涤心过除习气，这种人性的改变。上说人人皆有原名本性，但常年惹尘埃，恶习蒙蔽本具清净原名觉性，就如宝珠被污泥覆盖，无法显现剔透光泽。若能以清水洗涤，明珠依然清净无染，晶莹原名，可以照彻朗朗乾坤。而人若能回归本具的原名觉性，
智慧显现，即可清楚了解天地万物事理。故入真藏大忏悔，即是要涤心垢除习气，涤除人心的无明。那哪个会世代调和呢？唯有呢，人心要改变呐、啊。每一位的心呢，都是那样的明澈，会让了解讲该做的呢，去做都对啊。这就是智慧。不该做的呢，那就是不要做。这也就是智慧，这就是讲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。素净心来底呢，一心恶，两速断呐、啊。未生恶，令不生；以生善，令增长啊！未生善呢，也令速成。这都是说，哎，咱会当好好的代志，大家人赶紧及时来做；要那是唔对的代志呢，咱怎样赶紧跟断的？这都是呢，保持着吼，咱的环境的清净，保持着咱的环境啊，生活的品质。咱人甲人诶中间会当安尼柔和善顺呐，互相安尼来过日子吼，这是上好诶生活品质。大家人抢救生命实在是很紧张的事情啊，很紧张的事情呢，那会当有一个真温馨的环境啦、啊，就会疏解啦。抢救生命。很紧张的那样的心态，虽然是真辛苦啦，幸福的付出得到了呢，就最圆满的，那就是美。用爱铺路行过来，啊，这个爱呢，爱铺天下的众生，以铺天下的众生，是安尼密不可分。上书御史四大调和必定要改变人心，心若明澈，即有清净智慧判断可为或不可为。上人以四正起明示大众，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，即使断恶行善。在大林慈济医院温馨洋溢的大家庭里，彼此兼以柔和善顺相处，保持环境的清净，提升美好的生活品质，以疏解抢救生命的工作压力。上说在医疗岗位上，不只要治疗病患身体的病苦，也要抚慰病患心灵的创痛。医学发达，仪器先进，最重要的还是要有妙手妙法妙人医，才能为人解脱身心之苦。上人表示，妙人医就是充满爱心使命的大医王，要具有佛陀的慈悲心，疼惜病苦人，也疼惜天下人。感谢您的收看，我是慈阳，祝福您健康平安。正言上人那里足迹，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。